Oui. Tu l'as là. Roger, vous gagnez fait l'autre.大家早上好，我们现在等一下其他朋友啊，还有1分钟。OK，我们的课程先开始啊，我相信还有一些朋友没进来，但没关系，我一开始讲的内容，并不是直接跟技术相关的啊。那么大家早上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海外华人的短视频制作和营销的这个定制版的一个课程啊。这个里面我们就明谢一下啊，这个我们圣地亚哥的华人平原会，还有这个增金保险。还是做全周保险增金保险给我们这个课支持，之后呢，我会讲到一些这两个组织和今天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些公益的一些目的但是呢，我们整个这个课呢，是希望用一个课题，然后呢，在一边讲技术这个情况下我们带着目标去完成这么一个项目，根据我们自己。一路走来这个学习的过程这种带着目标、带着课题，然后来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应该是最高效的在这样的话，你这个学习短视频本身有一个很强一个目的感这样的话你学会更快一点OK，那么我们呢，今天我们课堂里的这个比较首先说一下这个注意事项，我们课堂的一些规则纪律首先呢，我们是用 Zoom 来授课。然后呢，我们使用的是 CapCut 这样一个 App，在手机上的一个 App，编辑。那么我们建议大家，用一台电脑或者是 Pad 来运行这个 Zoom 来上，听课。同时呢，拿一台手机，这个手机呢，它可以是这个两三年过去两三年以内买的这个手机，就足以实现我们。所有的这些拍摄的效果从拍摄来说，从制作来说就足够了当然，首先是智能手机OK，那么授课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把自己的麦克风
自我静音，这样的话保证我们是授课质量。然后中间呢，你可以随时打开你的麦克风，然后可以打断我来提问啊，因为咱们现在老师，请说。有个人进不来。有个人进不来，我这儿应该把所有进来的人全加进来了，哪个人没进来呢？他说在微信上，他说进不来。啊，那个他应该已经进来了吧？现在应该没有人在说了。OK， 好。Get into it， 才10:02的。对啊，我再问问他啊。现在都进来了吗？OK， 那么继续啊。OK， 所以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录音录像，但是不经许可啊，请不要公开传播。我这儿呢，其实也会做一些录音录像这样的工作，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自己去看就可以了啊，不要传播给其他人啊，毕竟这里面还有一些版权，包括每个人的这个一些。自我的一些版权，你不要泄露了啊。OK， 那么首先啊，我讲课跟别人不太一样啊，我不是自己去闷头去讲了，我是希望呢，首先大家既然要来上这个短视频的课啊，那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啊。虽然我们这个课呢是有一个大课题在这儿的啊，但是呢，大家来学习短视频本身，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目标，所以我希望可以大家了解一下你们现在。做短视频那是个什么水平，然后你希望做出一个什么样的短视频，希望以后用短视频来做什么这样的话我可以在一边授课的时候一边给大家去有侧重点的去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如果说咱们现在群里面有一半是房产经济那么我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些房产经济你们这个拍摄短视频的一些技巧，或者是应该在什么平台上去放的短视频其实针对性的。然后如果有很多小朋友说我想拍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这个视频的话，那么我可以给你们分享一些生活上拍摄短视频和制作的一些让别人看起来比较酷炫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想做一些自我的介绍，把自己一些活动串起来然后做一个相对来说别人看起来相对比较专业的东西，那么我这儿也是会给你提供一些这样一些建议。所以呢，我希望大家现在我们花个几分钟时间五分钟左右吧，自己来分享一下你们想拿这个短视频来做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大家现在可以打开自己的麦克风，然后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吗？看来有人准备好了已经啊。是叫 CapCut 吗？对，软件叫 CapCut。好，等会儿。上面的是 new project。你先不用，我先让大家来说话的你先不用来操作这个啊。好。有大家愿意来分享的吗？我主要是想就是拍一些就是日常的一些视频，然后。因为孩子经常会有一些那个他们的表演演出然后想就是说把它做成一个比较精致的一些小的视频，有的时候了解播放或者放在 YouTube 上。了解，好的。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很多家长都是这样来做的，我在朋友圈里看到好些我们之前上课的家长朋友们他们就把一些视频就用这样的一个串场方式去上去效果挺好的。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呢会给大家去介绍，包括呢即使你没有拍视频，你也有很多照片我们可以用那种叫卡点的形式给你把这些你的一些照片用相对比较炫酷的效果呈现出来。对，就是OK， 就是他们我孩子会有一些短剧，就是这些短剧可以加一些特技什么之类的。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还有一个老师，我就说一句，就您录的这个视频会和音频会可以发给我们吗？如果您可以，我就不自己录了。
这个我会每节课会给他去发的，但是可能是有个时效性的啊，比如说我就给他两三天的时间来自己学习一下，之后我就把这个权限就把它关掉了。哦 ，OK， 好，谢谢。嗯。嗯，还有其他朋友想分享吗？大家好，那个我呢是也是就是我觉得好像是多方面的吧，一方面是生活上的，嗯，孩子啊，自己的一些小孩的，反正嗯，一些演出的也是，嗯，乐队乐团演出的东西啊，生活上面的出去旅游的呀什么的，如果能做成那种比较 fancy 的那种小视频，就我觉得就很也挺好玩的。我以前都是用过 iMovie， 用过那个嗯美图秀秀啊，什么美片这些东西编辑过，但好像都有它的局限性感觉。所以好像对我就觉得开不开，我已经上过一次这个课了哈，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感觉挺好，所以我就又跑回来上了，因为我觉得好像也是多点机会，一起跟着老师一起做吧，然后能，因为他这里面其实东西很多很多，你一下子也掌握不了那么多，我觉得好像多学一下，然后多练一下还挺有用的，所以我就 对第二次来上了，对，好， okay. 谢谢老师，好，谢谢。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介绍过程中啊，我们也会给大家更多一些思路啊，尤其是咱们有些家长啊，希望把自己的孩子一些生活或者是表演一些片段记录下来。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啊，当然这个首先这个事情是没有功利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有些家长有功利心啊，希望可以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咱们说直白一点啊，对自己孩子上大学是不是有好处？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在我们之后课程会给大家去多多的少少介绍一些这方面一些情况，怎么能去用这个短视频或者用其他一些营销的一些手段，把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把它包装起来啊，包装成一个让别人在没有看到孩子情况下啊，对自己孩子就有一些好感啊，这是我们希望可以能做到一点啊，这个是一个谈到一个营销思维，这也是我其实我们短这个课程里面会涉及到的一些概念。啊 ，OK， 还有朋友想分享吗？你好，你好，我的基础是零基础，然后我要学这个，因为以后学校有时候可以用。OK， 非常好，我们这个课正好适合零基础的小朋友。好、哦，没有问题啊，我讲的会慢一点啊，尤其咱们这个课程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小朋友他的中文不是特别好啊，我尽可能讲的慢一点，然后让你们每个人都能听懂啊，我讲的、这个、我的中文也不好我的中文可能比你好一点，我的英文可能没你好啊，所以我会讲的慢一点，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随时打断我啊，随时打断我，我再给你们再重讲一遍啊，我们课程安排的相对来说应该是不是那么快的节奏啊，我们这个定制版呢的内容跟我们的正常的课程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学到东西啊。OK， 那么我们现在剩下时间不多啊，大家如果还有想分享的可以呢在这个下课以后在微信群里面我们更多些交流啊，我们是一个班啊，是一个班，所以呢还是需要大家能相互来说啊有更活跃的，咱们把这个班的气氛做起来，然后相互督促相互学习啊。 OK， 那么这个内容我们就过掉了，然后呢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问过大家，这个短视频你要学习它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目标啊，那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你学起来就是没有方向性，所以你很难去把它学得非常好，因为做任何事情啊，你首先有个方向性你才知道要学什么，你学了这个东西要做什么你才能知道学什么。那么现在在做短视频的这些人里面啊，主要的就这几个方向，一个呢叫中文叫带货，它就是要卖东西啊，这个我们可能比较清楚了，也可能也听说过，在中国的话啊，现在卖东西用短视频去卖东西，不管是通过直播也好，还是说通过你制作一个短视频也好，那可以卖东西就非常非常的红火的啊，
这个现在在其他国家啊还做的还不是那么的旺盛吧啊，但是在中国的话已经是做的红红火火的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通过广告啊，这当然这个广告呢，我们不能说广告就是不好的啊，因为有些商业广告，有些是属于的公益广告啊，它是为一个好的一个目标去做的。广告我们生活是缺不了的，但是呢，短视频它本身比这个，比如说比一个海报啊，它要更丰满，更信息量会更大一点，它体现情感会更多一点啊。平常我们在电视上看的广告，其实都属于所谓的短视频广告，它用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啊，就让你能立刻捕捉到这个产品或这个品牌的一些信息，让你去接受啊。还有一种现在比较流行的叫软广告。那软广告什么呢？就比如他一开始本来是在给你讲其他知识，但是呢他话锋一转，他就开始说一些这个跟这个知识直接可以直接自然带出来的某一个品牌广告。这个它好处在哪儿呢？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啊，本来我是在学知识的，但是呢他可以把这个广告带入啊，这个就属于比较高级的了啊。因为如果说一开始你认为这是个广告，可能根本不会点进来。但是呢，如果说这是一个笑话啊，想看笑话啊，打发时间，那么你可能点进来，结果发现它笑话里面藏了一个广告啊，这种就比较高级啊。还有就是这种个人品牌啊，我们用短视频来呈现自己的个人品牌，那这样的话，对于咱们这个班级里面啊，有些是咱们大人啊，想塑造自己品牌，比如说我要去找工作，那找工作的时候别人怎么去了解我？那我可以告诉他，哎，这是我的这个在哪儿的这个 TikTok 这个账户，或者这是我的抖音账户。那么如果你在里面去做一些跟你这个行业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科普啊这些之类的，那别人至少知道啊你是在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对吧？或者呢，你是个小朋友，说我现在一直在宣传 San Diego。啊，宣传 San Diego 这个城市，我们从小到大，从我几岁到现在十几岁，一直在这个TikTok 或者是抖音这个平台上，或者是 YouTube 这个平台上去宣传这个城市、啊、然后有很多粉丝啊，因为我这样介绍啊，对这个城市产生了好感，来这儿去旅游。那么这就是一个用一个个人品牌，然后做的是一个这个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力的。那这样的话，对你来说啊，找工作啊，或者是申请大学啊，都是有好处的。啊，都是可以直接帮上忙的，而这些内容是学校啊或者其他一些机构它是没办法去帮助到你的啊，所以这是一种个人品牌。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自娱自乐啊，我自己啊，就是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爸爸妈妈给他们拍这视频觉得好啊，然后一直在自己啊留下来这个生活的一些记忆啊，这是属于自娱自乐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些目的目标。所以你一定要首先要明确啊，自己学短视频要把它做什么。啊，要做什么？你可以从自娱自乐去入手，但你一定要知道，你还可以拿它去做上面这些不同的一些工作啊。有些功利性，有些是带有目标性，有些是为了大家好，有为自己好啊，就不同的目的，这个是首先你要去搞清楚的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课呢，会涉及到很多的就是营销概念，叫 marketing 概念。啊，那这个是我上课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因为我的这个本身我自己就做 marketing 的啊，所以呢，我这儿有很多一些实战的一些东西，很多一些经历经验或者一些负面的教训，我可以分享给大家，甚至有些是大家身边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案例啊，甚至直接啊，比如说昨天咱们身边发生的事儿，我都可以跟大家分析啊，拿过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啊，这个应该怎么去做啊，所以呢，这些我们会。啊，是的，很多这个概念，所以不管是家长也好，还是孩子也好啊，如果孩子有时候没听懂，因为毕竟他缺少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经历和历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应该陪着孩子，让他去培养一下，帮他去教他去怎么去理解。毕竟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到老，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销售员，我们都是一个 sales， 我们都在不断的去销售。自己的形象，自己的产品啊，那自己公司的这些形象，自己公司的产品啊，一直在社交销售，包括我现在给你们在做的事也在销售，销售什么呢？销售我们的品牌，销售这样的一个知识。那么我如何能让你们
因为你来买我的品牌，这本身就是一种销售技能，对吧？所以呢，不要把这个销售当看那么商业啊，它是我们的生存技能之一啊。但是呢，这个营销啊、销售啊，这个我们从小到大学校里是不给我们讲这方面的东西的啊。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在自己的课外对这个东西做一个加强啊。OK， 那么现在我们涉及到一些相对比较技术的东西了啊。今天我们讲技术的东西不会特别多啊，因为时间有限。那首先我们这个拍摄的工具啊，很多人在问我这个要不要一些专业的工具啊。我说，如果说是你在做这个短视频的话，那么基本上近两三年买的中档以上的这个智能手机就足够了啊。当然我会推荐你买这个，比如说像中国华为，为什么便宜、性价比高，而且还很稳定？我现在给大家上课用的手机呢，就是一台华为手机，我是直接在这个中国这个京东上买的，他直接在那买了以后，他可以邮寄给我，连运费、关税整个加起来也就是200多美元，不到300美元，但它性能是跟美国市场上400美元差不多。啊，所以呢，这个还是性价比很高的，啊，也可以足够你完成其他操作了。而且呢，因为它是中国人买来手机，所以我可以直接访问中国的这个 App Store， 我可以下载中国的一些软件。像我们这个现在用，一会儿我会讲到啊，我们现在用这个 CapCut， 它本来是就是中国的软件，但它在美国在国际上用的时候，它一些功能是没有的，所以这是比较遗憾的。所以我希望最后大家还是可以下载中国的那个软件。那个里面功能会更多更强大啊，这是手机的部分。那需要那个三脚架，这是唯一我们可能在需要的一些工具了啊。然后有些朋友说啊，我用这个大疆这个、无人机drone啊，那这个东西我不要求去做啊，因为这个它是有特殊性的，像大疆啊 GoPro 啊，这就是特殊性的。大家无人机，比如说你是房产经纪啊，你需要拍这航拍，航拍你这个房子让它显起来更酷，你可能需要用到 GoPro 的话，有些朋友喜欢玩这个跑酷啊，跑酷去一边运动啊，在攀这翻越障碍物这种，你用 GoPro 啊，或者跳伞。但是对我们的课程来说的话，中等以上手机就够了。对绝大部分人的生活的拍摄来说的话，中档以上手机是足够了，所以不需要什么专用的拍摄工具。当然你说我有单反啊，单反拍出来效果一定，理论上来说一定比手机更强，但是现在手机的功能越来越酷炫，其实在那个时候可能你也不一定需要单反啊。OK， 还有朋友在陆续进来啊。OK， 那么短视频和误区，今天我们时间没那么多，我们简单说一下啊。横屏和竖屏啊，这个是取决于你的播放的平台啊，有些时候你需要拍横屏的短视频，有些时候你需要拍竖屏短视频。比如我今天看到很多的这种宣传视频，他们呢是放到微信群里做推广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做竖屏的短视频啊，因为这样我们看起来就更舒服，画面更大。但如果像我们今天来上课啊，我要在大家要用电脑去操作的话，我一定要做横屏短视频啊。那么像 YouTube， 像不同平台 ，YouTube 目前来说大部分还都是横屏的，啊，但是呢，它现在 YouTube 也在上这种叫 Story， 要是短的这种视频啊 ，Facebook 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个首先啊，你要根据你的拍摄平台、播放的平台来去制作，你是要做短屏、横屏的还是竖屏的。那么，拍摄工具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不需要专用拍摄工具。那编辑工具是不是要专用？那这个比较专业的呢？你也不需要特别专业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 CapCut 就足以应对我们生活中的一些视频要求了。当然了，你说我需要更酷炫效果，那一定用专业的。但是呢，老实说，我们就是对大家普通老百姓来说的话，绝大部分人98%的人用不到那些就专业的软件。包括我自己，我在用一个专业软件叫 Sony Vegas， 但其实我也只是用它的一两个功能而已，其他的功能基本上我就用不到。啊，基本上我是用 CapCut 或者剪映就可以搞定了，啊，然后视频和声音，我们今天说的是短视频，但视频里面涉及到一个声音或音效的问题，啊，所以呢，大家还是需要在这个音乐上、声音背景、声音啊、音效这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
啊，所以这个呢是做短视频人最容易忽略的啊，大家不习惯于做音乐啊，做背景音乐也好，做音效也好，因为我们平常在看电影看别人视频的时候，对音乐的这个重视程度是最低的啊，它是在默默的很低调的让你感觉到电影或者短视频的力量，但是我们是最容易忽略的啊，这个呢就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是你做时间长了以后，你一定要在这个方面有一些这个努力啊，就在音乐上要关注一下。所以呢这不是个误区，但是我会建议大家以后你当你在看别人做短视频的时候，看别人发布短视频以后，你要注意他用了什么样的音乐，用了什么样的音效，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一个观众了啊，你不再是一个观众了，你是一个导演，你是个编辑，你是个剪辑，你是个后期人员了，对吧，你是个摄像师了，所以呢你要注意一个成品成熟作品的一个方方面面啊。 OK， 所以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那么我们用的这个软件呢叫 CapCut， 那它实际上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叫剪映的一个国际版本。那么在这个 App Store 啊，你们是可以直接下这个 CapCut 啊， Google Play 是个这样的一个样子啊。那么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可能的话，你们把剪映也下载下来。我们下个星期的课程你会涉及到就是剪映里面的一些独有的一些功能啊。那么那个是 CapCut 上面没有的，但是呢为了咱们授课统一性，我还是给他用 CapCut 进入一个软件来去做教学，但是之后我会做一些剪映的一些功能演示，所以大家提前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在自己手机上下载剪映。我在那节课之前也会给大家去那个做一下介绍，怎么去下载中国版的剪映啊。那么接下来呢，我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课程要做的两个公益广告啊，这是个强制的作业啊。那么整个也是这两个组织他来委托我，希望我可以给大家去普及一下，一方面普及一下这样一个思想，另一方面的话希望可以看到大家可以做的一些比较新颖的一些作品出来啊。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口普查啊，大家知道这个4月1号开始正式开始人口普查，但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相信包括我们现在上课的这些朋友里面还有人没有填写的，是不是？你这个有没有还到目前来说还没有提交的啊？你可以不用说了，我知道肯定会有的啊。理论上来说啊，我们所有4月1号，就2020年4月1号在美国人，你们都需要填写这个东西啊，都需要填写。那如果没有填写的话，理论上来说这是违法行为，这是个违法行为，你们可以搜索啊，这个是 illegal 的。而且呢它会有对应的一些罚款，比如说你如果没有填写是要罚$100啊，如果你这个填写错误了要罚$500，如果你故意填写错误啊，就为了去误导的，那么要罚款$1000啊，是有这样罚款的。那么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我们要填写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意义很重大啊，因为我们是靠人数的，如果说你这个地区有这么多啊华人人数，他们之后不管是资金也好政策也好都会根据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参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说啊，咱们这儿都不填写，咱们华人里面只有说圣地亚哥啊只有10000华人，那好了，那比如说我想开餐馆，那我不会开在圣地亚哥，因为华人太少，但如果你告诉我这儿有50万华人，那我肯定想来这儿开餐馆，所以第一满足了我们的胃口，对吧？第二呢，每个政府它都会有一些这个专项资金给一些少数族裔，它这资金的多与少是根据你的数这个族裔的在本地的数量的。我有10000的华人人数和50万华人人数，它给拨的资金不一样，所以能给我们体现出来在这个社会里面的这些帮助是不一样的啊。而且如果人多的话，他会给你修一个，哎，这个比如说跟华人相关的一些活动也好，还是一些具体设施也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帮助啊。更不用说一些其他一些更多政治上的一些考虑啊，这个我就不能不方便多谈。但是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这个人口普查，而且呢号召周围的朋友来参与。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能不能通过短视频这个方式
是做一个让那些朋友还没有来参与的人来参加进来。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技巧。那我现在的问题就交给大家啊，今天我不给大家做任何创意的建议啊，我这其实有几个建议，可能大家可以去实施用这个概念去做几个短视频的，但是今天我先不给，我先给把这留给大家自己去想。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我能看到的啊，包括从昨天我看到其他圣地亚哥本地的华人平台媒体平台啊，不是我们平台啊，其他人的华人平台里面，他们做出来的这个宣传其实跟之前宣传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只是说啊，号召大家去做这个人口普查这件事儿。但是你要用脑子去想一下，这个人口普查已经在维持了几个月了，我们其实该听说过这个事儿的人，知道有这么事儿的人都已经知道了，但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没有做这件事本身，你在你这新的一轮这张宣传里面有没有体现到，你有没有直接去了解他们为什么不做的原因和最终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那至少我现在其他平台上没有看到他们做这方面工作，就是说你看到了啊，我知道有这回事啊，你再发我还是知道有这回事，但我还是不做。那你这样做现在发这样的宣传有意义吗？并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所以这是我希望大家要做有效的宣传，而不是做那种表面性的文章啊，这个是很重要一点，这个在营销里面非常重要的概念啊，需要大家能理解到啊。 OK， 第二个我们要做的是这个真金保险事务所，就是咱们圣地亚哥人应该都清楚了啊，他们代理 Allstate， 就是全州保险的。他们给我一个概念叫 umbrella 啊，这个我不知道咱们现在群里有几个朋友他们都知道这 umbrella 这个保险。这个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有家庭啊，然后家里已经有固定资产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那我举个例子哈，如果大家不知道，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现在是有辆车啊，有房子，那车保险我估计很少有人会把它保到100万，对吧？那车保险一般保个20-30万也就差不多了。可问题是，如果说咱们假定你现在保的是30万，结果你撞的第一撞了一个很贵的车，第二呢你撞的这个车里面的人把它撞坏了啊，撞伤了啊，撞伤了，这个医疗费乱七八糟加起来可能一共要让你赔50万，你怎么办？你光你的车保险你是没有办法去 cover 这所有的50万，因为你只保了30万。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拿你的房子去抵了，因为房子是你的固定资产，因为你必须要还人家钱嘛，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真的变成一个无产阶级了，因为你的房子都没有了，全都交了这个保险，对吧？那 umbrella 这个保险呢，就是说帮助你去树立一个用比较少的资金啊，去建立一个更大一个保额。比如说你花个100-200块钱啊，你就可以去这个购买一个100万的保险，帮助你说你的这个车保险不太够的话啊，你可以有更大的保障，对吧？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常买车保险的话，如果你直接买车保险保100万，那花钱就太多了，对吧？但是 umbrella 的话，就把你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些问题都给你涵盖到，但是前提当然是你有一些基本的一些保险，对吧？在那个保险基础上你再买一个 umbrella， 一年只有100-200块钱可能就搞定啊，有的200-300，但是这个差距不是特别大，但是它是可以给你实现这种比较高额的一个保障，尤其是对在美国啊，在美国你有固定资产的啊，没钱的话就无所谓，我破产就算了啊，你反正我也没房子，对吧？但是当你有固定资产，你的银行里还有存款的时候，他为了保障你这些钱不要被一些意外的情况啊，这个把你整个这个财产全被抢走了，这在美国其实经常发现的一些天价赔偿也是经常有的，对吧？所以这个概念我们需要传递给更多人。当然你可以不在真金上买没关系，但是这个 umbrella 这个保险这个概念呢，希望大家都重视起来啊，能传递给更多人。那么这就遇到一个问题，就第一呢，你可以认为它是公益广告，你也可以认为这个商业广告，但是这个概念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
你怎么能用一个短视频，或咱们先不说短视频，用不管是文章也好，图片也好，用视频方式去呈现给别人，让别人能对这个东西能进点进来看一下，然后确实也接受你的这个概念，然后最终产生了这个购买行为。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对吧？那今后我们可能生活中工作中会遇到更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就要做一个自己的这个孩子一个照这个一个视频啊，他去做演出了，我希望更多人能看我这个孩子这个演出，那么我就需要做一定的设计，我不能直接说啊，我孩子演出视频，对不起，没有人看，对吧？那这儿有些组织他们做了很好，比如说捐赠的活动，那么我们把这个活动这个记录下来，说这个组织在捐赠这个东西，那这个事情本身很好事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点击来看。你如何能做到让更多人能点击进来看这件事儿，这就是你的自己的水平，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希望大家能有这方面的一些基本的素养。你不一定能做到非常非常好，但至少你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说我要往这个方向努力，我不是把这个东西做一个简单的呈现就好了，对吧？那么这个咱们群里啊，咱们现在班级里面有一些朋友，他们在这个不同的一些本地的一些机构或组织在里面做义工啊，比如说这个 Grace 他在这个新年舞蹈学校有去东方之星俱乐部，那东方之星俱乐部啊，他在过去几个月像不同地方做捐赠，做捐口罩啊，捐这些东西，其实一共加起来他们去了三四十家。那么这么多好的素材，怎么能把这个东西让更多人看到，能感受到这个不容易，那这就是你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作品出来，让别人能立刻能感受到，这就是一个难度，对吧？所以我们需要带着一些这样的一些任务去来上这个课，把自己生活中某一个事情把当成一个任务，一个指标啊，一个目标去来想一想怎么能把这个东西能做最好，好吧？那今天我先来讲一下这个基本的，就是我们这个这个课呢本身要有这样的目标，那大家可以做二选一啊，看哪个更容易，或者更希望对自己有更大一个挑战。我希望大家去选择更大挑战的一个，因为只有在挑战过程中啊，我们才能有所提高啊。OK， 行，我先喝口水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做我们第一个人物消失的一个短视频啊，其实很简单，但是呢，我们大概花二十分钟时间教给大家。那么大家先把自己的 CapCut 这个软件先打开啊。好，中间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随时问我啊。刚才我说了这么多很理论的东西啊，大家可以有问题可以来直接问我，跟我交流一下。好的，大家现在应该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屏幕啊，我屏幕啊中间就是这个 CapCut 这么一个 app 啊。那么我们现在点击进来，那这个界面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界面啊，非常简单的，最上面就是 New Project， 这个我相信啊，大家朋友们应该都知道，点击以后就可以去加载一个视频。那么下面这部分呢，下面这部分啊，大家那应该是空白的，因为如果之前你们没有加任何视频的话，你们应该都是空白的。那么之前的所有视频的编辑呢，都会自动的保存在这儿啊，视频不会保存啊，编辑的所有操作都会在这儿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啊一边来去学习怎么去做这样一个效果，另一边啊，我们来学习里面的不同的功能介绍啊，这是我的一个方式啊。OK， 我们现在来点击这个 New Project 啊，先点击这个加号，然后呢，我们找到我们要编辑的这个视频，就是我昨天给大家提供这个素材啊，然后点这个 Add 就进来了啊。没有做到的，就坐下啊，然后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整个这个呢，我现在拿手指头是可以去挪动下面这个轴的啊，大家可以看到我拿手指头可以挪动下面这个轴的啊。所以整个这个画面呢分为几部分，上面这部分呢是个预览啊，它是预览，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改变，上面都可以看到啊。中间这儿播放啊就不用说了，播放旁边呢是后退啊，前进就 back forward 啊，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脑里编辑用到的啊。如果编写错了哈，你就点一下这个后退啊，就可以去恢复。那下面这个呢，这个叫这个不同的轨道啊，中文叫轨道，英文可能应该叫 layer， 不同 layer 啊。我都没有看见那个可以 edit 那个地方。啊，你没有看见吗？现在大家都能看到吗？其他朋友能看到吗？嗯，可以的，可以。Go to new project, new project. OK， 点 new project 以后呢？要我点了 new project 了。OK。然后你就 select 一个 video， 然后你就点 add。但是我看不到你的这个 video， 我能用我自己的 video 吗？可以啊。啊，你可以用自己的，你没有下载昨天我提供给大家的吗？对，我没有，可能是我漏掉了 ，sorry。你现在下载一下，保存下来就可以了，保存下来。保存到你的手机上就行了。你现在进入那个微信里面，把它下载保存下来。北青老师，要不您从那个最开始的地方开始，再重复一次好。也再重复一下。对，这样可以等一下其他的孩子都没有跟上。好的，我现在呢，咱们这样哈，我现在先回到微信里面，先把它保存下来 ，OK？ 嗯。那昨天微信我发到这儿了，对不对？啊，我就不播放了，我现在把它保存 save video。真的，对，我没有。不知道它是让保存的 ，OK， 好， okay， 谢谢。OK，save video 啊 ，save 了以后，咱们回到 CapCut 啊，我现在回到主界面啊，我慢慢来啊，大家跟着我，不用着急，我们有时间。到主界面以后啊，然后点这个 New Project 上面这个加号啊，点上面这个加号 ，Put New Project 啊，然后呢，我们把刚才保存的，就是第一个啊，刚才刚保存第一个，我是第一个了，这个视频。嗯，点选中以后，点右下角这个 add， 啊，点这个 add， 那么就可以进来我们这个 project 了。哦，可以看见了，我可以看见了。好的，太好了，太好了。OK， 那么我再说一遍啊，上面这部分这个是 preview， 是预览的，我们之前做的任何操作的改动都会在这儿看出来。OK。中间这部分，这个是 channel， 这个是个 layer 啊，我们这儿现在只有一个 layer。那下面呢，这个是 main menu 啊，注意这是主要的菜单啊，我们叫根目录了啊，叫 main menu。当我们啊开始做任何对上面这素材啊的任何一个编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点一下这个视频啊，就在这儿点一下这个视频。就大家可以看到周围这边出现一个白框啊，周围出现白框，这个白框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视频被选中了。但是在下面最下画面最下面这个 menu 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变了，跟刚才 menu 不一样了。我现在再操作一遍啊，我先点一下其他地方，回到我的main menu 啊，根目录啊，你看现在第一个 edit audio text 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但是当我来点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点了一下，发现变了，对吗？啊，这就进入了我们就进入下个菜单，就下个 menu， 这个 menu 就是专门针对编辑这个视频的啊，所以这个首先大家要清楚啊，就个 main menu 的这样一个操作。你要进入这个操作以后，那你说我想回到这个 main menu， 那么没关系，一种方式点击左下角这个箭头。啊，你就可以回来了。另一种呢，就点击一下空白的地方，比如说点击这个这儿这个黑的这个地方啊，空白地方，它回到 main menu 了啊。所以这也是要告诉大家，这里面 menu 这一些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操作。OK， 那么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这个素材呢，我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了，我就不用再给大家去这个展示了啊。我给大家先看一下我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成品啊。哦，我这儿有没有？应该是这个吧。啊，这就是我要让实现效果，再来一次啊。就人突然消失了。啊，这是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应该是。应该是我把他这视频入口的问题，我看有没有可能。对，你配上音效更好。
你这完全听不到声音是吗？完全听不到，不知道其他人。OK， 这样吧，我把你 share screen 的时候，你要 share with audio。I know， 但是它这个呢，它分了这个系统的 audio 和这个麦克风的 audio， 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之前一直我看一下啊，或者您就教我们怎么做出那种效果，然后做成一个就现场。没关系，我先播放一下，你先看一下好吗？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短视频教程。现在我来凭空消失，变。有声音吗？呀，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短视频教程。现在我来凭空消失，变。Okay. Yeah. So what? 我好像刚才找到了一个东西，像 哔。对 ，OK。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实现这么样一个效果啊，其实很简单的效果啊，这个我们很快速，现在群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啊，你们可能做比我还要快了。OK，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几个基本的这个操作了，那么现在我要做的效果怎么呢？就是很简单，我们这个视频呢，它其实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我们把它划分在，就这个我是个手伸出来啊，变到这儿啊，停止了。那么中间这个部分可以看到我人就离开了啊，我估计人离开了。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后面这个背景。我能听到哈，我要做的能听到我吧？能。OK， 我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三段把它切开。那中间这部分我是不要的，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走开了，对吧？这就穿帮了嘛，变魔术。那么我要做的呢，就是把前面这部分呢，把它放到一个 layer 上，然后我让这个 layer 慢慢消失，啊，慢慢消失，然后呢，最终露出后面这部分，这是个背景，所以我这里面会分两个 layer， 这样能利用，听懂我意思吧？这很简单的，对吧？那么这个在这个图片图像处理下 Photoshop 里面呢，这个中文叫图层，英文也叫 layer， 啊，也叫 layer， 所以这个 layer 概念呢是。所有做图像的也好，做视频也好，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大家都是把不断有添加更多的一些元素、一些片段，在一个基本图层上、基本的 layer 上啊，这样的话我们有不同的 multiple layer， 然后对他们做编辑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这个拍摄很简单，你只要拿一个三脚架，或者就把手机固定在一个地方，你再说几句话，然后变，然后人就离开。啊，就剩一个 layer 了，所以非常简单。那么现在我们来操作，怎么来做这个事儿啊 ？OK，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那挪到大概是，你看上面有这个刻度的时间，大家能可以看到吗？首先把它挪到大概是六秒多一点的地方啊。我们呢，在挪到这儿以后，我们点中视频。点中视频以后就进入这个 menu， 这就是点编辑视频 menu 啊，就刚才我介绍过了。第一个叫 split， 叫 split 啊，那么我就想点这 split， 它的意思就是把这个视频 cut 开啊，中间翻开分开啊。那么这是我把这部分点了，然后呢，我把最后的这部分，最后这部分什么呢？就是我们背景啊，我也要把它 split 一下，再点击一下，选中这个时间段。点 split， 啊，大家自己来操作。我现在可以等一下大家。那么现在点两次 split 对吗？在两个不同的位置，时间点选两次。对的，是的。那么大家现在看啊，我现在挪到这儿，看我整个视频分成三段了，对吗？整个视频分成三段了。喂，第二段的 split 选择在几秒钟？选择在只要到后面那个画面静止不动以后就可以选择，不用固定的时间。对。好，喂，都能跟上吗？OK，
请问一下，那 split 在哪儿啊？哪个在哪儿 ？split。啊，点中视频以后，点中视频以后，下面就出来一个 split， 最左下角。看我画面里。你那个 split 是放在那个哪儿？哦，在哪个位置 split？ 哦。OK。没关系，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啊。那么因为我你们愿意操作，我愿意在这说。那么现在整个画面呢就分成三段了啊。那中间这段是我不要的啊，中间这段我不要，不能让别人看到嘛，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要把中间这段删除它、啊、删除很简单，我只要点一下中间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啊，中间这个视频周围有白框被我选中了。那么最下面这个 menu 里面就有个 delete。啊 ，menu delete 删除，那么这个时候我来点删除，你看就没有了。现在我就只剩两个了，啊，只剩两个了，一个是前面这个我说话这部分，另一个呢是。Wait, well, I think I did something wrong. Uh-huh. Then where are you now? You 已经成功的 split 了吗？Yeah, I did the split, but something happened. What? 你要两次的 split 才行。你是不是只做了一次 split? 我做了两次的 split. Then what happened? It just added something. 那你可以退后，点那 back up, back. 点这个。Oh. Wait, okay. 然后重点就好了。OK， OK， yeah, yeah, yeah. 好，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们尽快再加快速度了啊。OK， 那接下来我需要大家每个人都严格的 exactly follow。OK， 每一个都要严格的跟着我的每一个步骤啊。现在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现在要分层，分成两个 layer， 分成两个 layer， 把这两个画面放在不同的 layer 上。OK， 这个里面操作一定要严格的跟我来啊。第一步，记住第一步。不要选中任何的视频，不要选中任何视频。如果你选中了，就点一下空白的地方，不要选择任何视频。然后呢，在画面下面有个叫 overlay， 现在在我的画面正中间最下面正中间 overlay， 啊，在找到它以后，记住它现在这个图标是一个画，一个画在另一个方框里面，对吧？中文叫画中画，啊，都找到了吗？它不让我删了。什么？那不让我 split。OK， 那这样，那我们现在没多少时间，回头你可以看一下 video。OK， 看我的 video。好。现在看，现在就仔细看我现在操作就好了，好吗 ？OK。OK， 现在大家都找到 overlay 了，那么我现在点击 overlay， 不要做任何多余的操作啊！点击 overlay 以后，现在就出现一个叫 add overlay， 啊，不要点它，不要点它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现在要选择我们现在第一段视频的第一部分，啊，选择第一部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再在下面菜单，你看又变了吧？菜单在菜单里面再找刚才那个 overlay。这个时候 overlay 的文字还在啊 ，word same word， 但上面这个 icon 这个图标变了，不是刚才那个两个方框了，对吧？它现在变成一上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选择一个新的轨道，新的一个track 了啊。那么我现在再点一下这个，你就会发现上面这个下来了，变成我现在有两个 layer 了。有没有在 follow me？ 都跟上了吗？这个很重要，这个步骤啊。OK。我选完了之后，它就有一个 order layers。Can I just have the recording and then I'll just do it at home? Of course, I'll give you recording.Okay. 对，啊，你那个 layer 是因为你已经分层了，你点完以后又点那个的。现在有没有走到现在这个位置？那么现在我要退回去吗？没关系，我们现在全退过去啊！我退回来重新操作一遍啊！退回来重新操作一遍。现在有两个视频，我已经 split 了啊。对 ，split。我现在什么都不点，记住什么都不点，然后选择中间现在这个画面下面中间这个 overlay。记住，它这个画面是两个方块
的啊，点 overlay， 在这儿之后我不点这 add overlay， 因为这 add overlay 是加其他的视频啊，其他你手机上视频，现在它视频已经在我这儿了，我不用加其他的了啊。OK，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点上面这个视频啊的第一部分，点第一部分，你第一部分选择白框了以后，然后你现在在下面再找这个 overlay， 就会看到图标变了，这个 icon changed 啊，变成一上一下了。OK， 那么再点这个 icon。我选了第一个视频之后 ，overlay 没有变成一上一下，它是变成那个小箭头拐弯的两个小箭头。对啊对啊，就是那个就是一上一下那拐弯小箭头啊。嗯嗯，那好了。对，然后点再点那个小箭头，那拐弯小箭头就好了。好。OK， 那么现在我们就有两个 layer 了，对吧 ？OK， 那这个情况下，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因为上面的这个第一个 layer。第一个 layer 太短了，你们看现在我这只有 1.7 秒钟，对不对？嗯。1.3 个 second， 太短了，所以呢我需要把它延长一点，否则的话一会儿我人物消失了以后，后面就没有背景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要把它做拉长一点，但是问题这个视频就 1.7 秒，你不能这样直接给它拉， OK？ 所以呢我这做一个操作叫 freeze， 就是把它后面这部分呢，我把它静止，这个帧啊，中文叫帧，把它静止掉，这个画面静止掉。那我怎么操作呢？我先来选中这个后面这个背景，然后在下面这个 menu 里面找到最右边有个叫 freeze， 你看现在右下角 freeze 大家都找到了吗？ OK， 在这个时候你点击 freeze， 它就自动的给你加了个三秒钟的静止画面，这个是静止的一个图片啊，就这是个图片。那么三秒钟还不够，我就再把它拉长一点啊！你想拉长多长都行，我先拉个，比如说九秒钟啊，拉成这样了。所以这样的话，当我拖动这个时间轴的时候，哎，人没了，哎，这个背景还在，这是我要达到这个效果。OK， 大家都跟上了吗？没跟上 ，Sorry， 我不知道判了一下声音还是判了一下什么，它就居然出现了其他的页面。啊，没关系。那拉长呢？怎么拉长最后一帧呢？啊，拉长就是点中这个后面这个，我把鼠标放了啊，鼠标放在这儿，这看到了吗？这个白框的这下面有个这个灰色这个小竖条。嗯嗯，拉这个小竖条往后拖。OK。啊。好。OK， 都操作好了啊。嗯。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里面最为关键一步，就是要让它消失啊。那么现在我们就点击中间下面这个视频，点击下面这个视频、啊、OK， 然后呢在我们最下面这 menu 里面找到一个叫 animation， 叫动画，都看到了吧？现在画面最下面中间这部分啊，中间这个你用下面那个视频是吗？对，点下面这个视频，因为我要把下面这个 layer 让它变消失嘛。OK， 那么点中它以后，然后我点 animation， 那大家先看一下画面啊，出现了一个 in， 一个 out， 一个 combo， 啊，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视频在出现在画面里面的，在让它 in 的时候，就刚出现这个画面视频的时候是一个 in 的什么效果，这个视频消失的时候 out 的什么效果，或者是同时 in 和 out 就 combo 啊。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的是 out， 因为我们现在要让画面消失，也就画面走开的时候它有什么效果，我们现在点这个 out。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有几种不同的，它会自动播放这个效果，也给你看啊，有一种是翻转，前面的翻转，有个 fade out 啊，有 meaning zoom 啊，这个你们自己在慢慢研究有哪些，我们今天用的就是这个 fade out 啊，就 fade out， 点我先点一下 fade out， 那么它就自动给你播放一下效果，没关系啊，我再点一下，你会看啊，再点 fade out， 你会看人物就没有了，对吧？那么上面有个 duration 就是这个 fade out 这个时间啊，你们之后可以慢慢去调整这个时间，自己做调整就好了。OK， 那么我们现在就先用默认的，不用管了，然后点这个 check， 啊，点这个 check 就好了。OK。那么现在我们播放一下看，
你们自己播放是不是就没有了 ？OK， 基本上这个视频的主要的元素啊就已经完成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想加一点花样，像我的那个视频里面加一个其实那个小烟火啊，加个小烟火。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到这儿来啊。那个小烟火在哪儿呢？一个叫 sticker， 叫 sticker。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 main menu， 就你可以点击空白地方，然后不断点击或者点击这个左下角的那个箭头，就回到这主界面了。大家有没有回来 ？OK， 都回来了啊！都回来以后，现在画面正中间就是这个 sticker， 啊。Sticker 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啊！你们手上有 CapCut 小朋友，你们可以随便里面去寻找很多 Sticker。现在我们点一下，啊，它里面自动出现个表情符号，这是默认的啊，这 emoji 啊，默认的。然后呢，它还有这个 heart， 有这，你看，这是我们其中又要用到一个这烟火的效果。然后还有这个 play 也有很多烟火效果，还有其他的，你们自己在选择啊，后面有很多很多可以选择的。OK，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点这个 play 或者 heart 里面的第一个，随便选第一个啊，这小星星的这个啊，我随便选一个啊，大家可以选择其他自己喜欢的，没有关系。那就选择了以后，我点个这个 tag， 那它就加入到我这个里面了啊。那么我现在拖动这个时间轴，然后看它加这个位置好像不太对，你看到了吗？大家现在不用操作啊，就看我的位置不太对，它不在我手心。那么很简单，我把它放到我的这个手心。啊，中心部分在这个手心，实际上对不对？我看看啊，我这手一张开，我就希望这出现，一张开它等了一会儿出现，把它往前拖拖，怎么往前拖呢？我这个就手按住这黄色的，这黄色就刚才我们的这个sticker 啊，我手按住它，你会看到变透明了，是吗？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是吧，可以往前往后拖了，啊，手按住它就可以往前往后拖了，啊，我把它稍微往前拖一点。啊，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再看，啊，就拖过了，太多了啊。那么这样的话，我微调一下，把它再往后拖一拖，手一出来，啊，星星立刻出来了，啊，这就是我要的效果了啊。我先播放一下，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现在先不用操作，你看我 ，OK， 那你看这又放了一个，因为它这个 sticker 啊，你看人消失以后又放了一个。这个 sticker 它是要播放两次的，所以呢，我这儿就需要把它去把第二次消掉啊，把这个时间不要搞那么长。怎么操作呢？很简单啊，很简单，还是跟刚才我们拖那个画面图片一样操作。选中它以后，看选中它了啊，我按动按住它最后这个边缘往前拖就行了，对吧？这样结束了，就这么简单啊，把它拖短就没有了啊。OK。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现在你没跟上没关系，你就看着我来做就行了啊，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看着我来做。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啊，基本上这个操作就完成了。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现在往看这个画面啊，人物慢慢消失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背景变暗了，对不对？嗯，我背景变暗了，这个就属于很明显的穿帮啊，很明显的穿帮。这是为什么这背景会偏暗呢？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人在前面的时候，我这个手机啊，它会自动的把人脸调亮，因为我是太阳在我后面啊，太阳在我后面，我这个属于背光，所以我的脸会比较黑，那么它会把我脸调亮，它调亮脸的过程中，它会把周围的也全调亮，但我人一离开以后，它就恢复到正常的了，所以它周围会比较暗，对吗？所以我们的这个后面这个画面它就显得比较暗，那这个时候呢，我就需要去把它后面这个画面调亮一点啊。那么怎么操作呢？很简单啊，我们先选中后面这个画面，然后呢在最下面这个菜单里面找到一个叫 adjust， 现在在画面正中间有叫 adjust 这么一个选项，点一下 adjust，里面有好几个可以调整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把它调整它的这个亮度，就 brightness 啊 brightness。那我点这个以后，那你看
你可以拖动这个条啊，把条亮一点，条暗一点，这就是练习做啊。这时候我先把它调最亮，我来看看效果啊。大家看，调最亮了以后，然后人还在，然后我看看啊，往这拉拉走走，人不在了，还是有点暗，对不对？还是稍微有点暗。那这个时候我还能怎么操作？没办法操作，我已经调最亮了。你们觉得还有什么操作吗？提高。我这已经调最亮了，没办法更亮了。Highlight 它也不是干这个的。对，你们可以魔术啊，这些不能用了。那我告诉他一个小 trick 啊，告诉一个小 trick， 就是你在做编辑时候，尤其是前面调暗的，没错没错，你把可以把前面调暗嘛，对吧？那这个操作我就不操作了啊，这个留给大家作业自己来做。所以呢，之后我们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效果，可以点击一下。OK。那就是这就完成了这样一个视频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是小视频魔术，用到的唯一道具就是一个你的手机，然后一个三脚架，你或者一个你必须把手机放稳了啊，不能放让它晃晃的，否则的话你背景就变了啊，所以你如果这样切换的话就会出现穿帮，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基本技能，但是呢它可以在很多很多的场合会用到。一些非常高级的，看见很酷炫的，都用这样的基本的效果。以后我们会继续给大家介绍到更多的一些这个基本效果基本的技能啊，它可以实现出来一个比较高级的效果啊。那今天呢，我们的理论和这个实际上手呢，时间关系就讲到这里面。那么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内容，这个要做的目标，两个目标。啊，一个是咱们的这个 umbrella 保险，大家要想一个创意，怎么能把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这个 umbrella 保险，用一个大家认为可以比较高效的方式，能把它传播出去，然后表现出来，体让观众能感受到这个保险的重要性。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口普查，那马上我们还有两个星期到8月14号的时候，网上填写这个人口普查就结束了。啊，所以呢这个时间是很紧张的，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在最后一波提醒我们的尤其华人同胞要填写这个人口普查。那么我们可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短视频做出来，能让他们感觉到这个东西很重要。大家可以把这个当一个作业，这是个强制作业，我们在课程结束的时候都要请每个同学要提交一个这样一个作业。那么我们在做这个班级的时候啊，我也要求一些朋友，你们可以找其他的好朋友一起组一个团队啊，一起来提交。但是呢我更希望大家可以自行的去想不同的创意，你不一定把它做得很复杂啊，不一定做得很复杂，但是呢你用这些创意，用我们教这个技巧可以把它实现出来啊，然后呢把这个提交的那个作业就成为自己的一个作品啊，不管你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也好，你都可以用自己做的作品帮助我们这个华人这个群体，提升华人群体在整个啊美国的整个社会里面的一个地位，所以对大家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好吗？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面，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来给我提问。谢谢，你能不能再带着简单的再重复一遍？嗯，可以的。那这样吧，我把这个视频，我已经把视频录下来了，我可以把视频都提供给大家，大家自己来看，好吗？好。嗯，就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因为我刚才在自己操作了一下，也分成 cut 都完了，然后选了那个 add overlay， 然后就在把第二部分延长的时候，它又出现了两段，但是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错误操作，导致它就是第二部分延长之后，它是出现了两段，还是两段是正常的？我不知道你说那个两段什么意思。那是这样，就如果说你现在实在搞不懂为什么，没关系，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开一个 new project， 重新做一个，把它重新操作一遍。嗯，啊，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但是我会建议呢，自己就是悄悄暗暗看到底看发现什么，或者你后退一下也可以。嗯，你后退几个操作应该也就可以了。嗯嗯嗯，好吗？嗯。
然后之后你自己熟悉以后就不会发现不会担心这些问题了，因为你都知道什么东西导致这个事情。那有时间的话也需要去自己的去按里面的不同的按钮，然后做什么操作，对一些家庭的视频，对咱们这些素材做一些不同的一些编辑尝试一下。因为短视频这个编辑这个东西啊，就是你自己多练啊，自然你会掌握了，好吗？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谢谢。好，没有问题，今天我们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啊！有问题大家可以在群里面我们一起来交流，好吗？好，那你把刚才的那段视频都发到我群里，对吗？对。好。好的，谢谢大家，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谢谢。拜拜。拜拜。